在宜兰骑车就是舒服啊。哦，对啦，骑车比较舒服啦。对啊。哎，我们这样子好像回到那个大学生谈恋爱哦。蛮像的哦。以前有抽钥匙哦。真的。这是所谓的大学时光吗？我热血啊！你大学有这样子带女生吗？有赖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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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有冰的，有啊，还有运动饮料，运动饮料，喝运动饮料，喉咙快缩起来。你们应该要输完很大喉糖，玩很大的酸痛贴，可以有没有？喉很大，喉很大，喉很大。准备出发了！在宜兰骑车就是舒服啊！哦，对啦，骑车比较舒服啦。对啊。哎，我们这样子好像回到那个大学生谈恋爱哦。哈哈哈！蛮像的哦。以前有抽钥匙哦。真的。这是所谓的大学时光吗？我热血啊！你大学有这样子带女生吗？有，哎，我们有一个装置艺术在这里面呢。哦，我们写一个虎，老虎，画一只老虎。对，会老虎啊，老虎，画老虎啦，画老虎啦。好联谊哦，联谊。好，多久没有骑摩托车兜风过了？那种年轻的感觉。对啊。圆梦，谢谢王大肉，圆梦第一次，青春呢、欸？这个梦想青春啊，第一次咪咪抱着我，哎，请你照片。哇哇！真的？对呀、哦。哇哇哇！现在这个感觉很像那一年我们追的女孩。她这样飞翔的感觉。哎，我有没有想到那个？啊，那个重机游台湾啊！对，哦，哎，重机游台湾，再来一波，要不要？要，啊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哦，我要去，哎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我直接进了手工披萨啦！哎呦，咪咪耶，咪咪手工披萨。叫咪咪手工跟上，请拍了，欢迎黄建志老板。老板你好，老板你好，咪咪老板好。老板欢迎，咖喱咖喱咖喱，可以可以，放我放我都可以都可以，谢谢。哎，大哥，来了，这边冰咖啡，这边来介绍一下，你这个你为什么开在东山这边开披萨店啊？哎，不小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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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来来来，来咪咪吃咪咪，还有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张德伟，这位收入的，其实吃饭都忙到饿死了，他们居然还东区先吃饭，对，在拍照，笑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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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